我跟萨萨代表最幸运的那两个玩家，就是每一期都在。我们俩在这边要敬一下，这一季也来玩过，而且做了非常精彩的表现。但是可能有很多朋友今天没有在我们桌上，但是其实都在我们的心里。对，感谢一下我们的所有这一季出演过的玩家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亲人们，摇住，希望大家第七季继续跟我们密切的互动，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包括自己的工作安排，这一季完全缺席的，然后真的是我们觉得特别遗憾的，我们的鬼鬼啊，对不对？鬼鬼特别遗憾，在这边呢也祝鬼鬼这个发展好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第七季，我们一定希望鬼鬼可以回归，好不好？千里共婵娟，天涯共此时。